这球最后被带到右半边，厉害，真的很会打。阿文今天也是两支安打，那个变化球还是被他打安打了。对，这球出棒打得很高，打不好。在中外野，陈杰希啊，跟正今天是林嘉文，几乎是没有动。哇，漂亮的位置，146走在了外角。但是蒋绍红哦，可能会觉得说，是不是稍微出去了一点？感觉上他有这样认为哦。再看一下，但这位置林丹接得很漂亮。林丹跟蒋绍红都是这种接球好手，没错，可以把坏球接成好球的。这不容易啊！速球在左半边越过了陈胜平的防线，出现安打。这个半局龙队的第二支安打也制造了得点圈机会，郭天信终结了7-0的小低潮。在外侧的位置，卡特球。这场比赛布雷克二度三振掉了刘基宏，在四局下半再次度过了得点圈的失分危机。